是刚刚列车长的发一信息，6月10号，双山站从南岸7:09，出发车是41。7:04，罗东发车将沿线港树林的一沿7390740又是车往保全中在朝南停靠，然后今天又突然临时更改，其实有好处的，对吧、啊？有坏处的说吧，我说的是又可以轻松一天了。好，各位民众们，如果想听个马仔们，多多点我们的广片，感谢大家，麻烦。坏处就是看一下哦。我要等中午才有饭吃，对吧？各位车门，台北 ，Next stop， 台北，台北，台北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